干嘛呀？不松不紧，再松点的话就更好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穿越到这儿，又被林蜘蛛死不说，还被人捡肥皂。你干嘛？我这不正指导你呢吗？你这身体状况，瘦300多丈肯定是过不去了。也就能瘦个30-40丈吧。啊，尽量如此，保持身体，保持状态，争取受杖责而死，到时候就不用受秋后凌迟之苦了。那可是3000多刀啊！所以我说，仁兄，好运。大哥，你能不能行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这是冤。别比冤，龙某比你冤。哎，龙某比这所有人都冤，命该如此。靠！轻轻打！打！王八蛋！真打呀！给我使劲打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鳖孙救他娘是个混蛋，他要这么快给抓住，可不是吃着你老家的饭，还搞人家小姐，还搞人小姐的妹妹，还都给搞没了！呸！呸！把这孙子给他娘剐喽！老爷，证据已然确凿，这厮就是奸杀白氏姐妹的凶手。您看看，来人了！等等，虎弟别怕，县令大人，你这案子判的不对。再给我使劲打，打！能轻饶了他。对，于师爷。哎，老爷，你再说一遍啊。约莫就在那时，3个时辰后，白家小妹另爱的尸首就软趴趴的搭在了床沿上。这3个时辰也就是6个小时，这人死了6个小时，身体还软趴趴，这不科学。这不科学。哎哎哎。